嘿哟，僵尸丢丢丢丢，谁被砸死人当反？哎，这不是恐怖游戏吗？我记得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我们今天呢要玩一款恐怖游戏，叫做猪毒 Survivor 丢来生存啊。虽然我一直在怀疑这款游戏到底是不是恐怖游戏啊，但是作者说是恐怖那就恐怖吧。我们究竟要丢什么东西来生存呢？我们进去看。 OK， 我们进来到这游戏了，有很多僵尸在这附近。 Oh my god，哎，也没有啦，也只有前面这几只而已啦，也没有到很多啦啊。然后我们应该就是要拿东西砸死他们，对对对，我们要去收集一些东西啊，比如说你看，我们家里有这些冰箱，可以拿吗？哦，冰箱真的可以拿呢。哎呦，然后还有桌子这些，哦，拿满了。然后拿满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对僵尸使出那个抛物线攻击。哎，你应该死了，你应该死了哦。哦哇哦，拿回来拿回来，哇哇，这游戏哇好酷哦，砸死你，来来僵尸僵尸，我砸为什么是两个水杯？两个水杯也可以攻击死你。 OK， 嘿哟僵尸丢丢丢丢，水杯砸死人方法。哎，这不是恐怖游戏吗？我记得我丢你水杯，我丢你，哇哇，哎，这样我丢不到他呢，我丢你足球，哦哦，不好意思，要把你鼻梁踢断了。我丢我丢，哎，怎么放出来而已？我丢我丢，哦，哎，对面有大海吗？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看？你在看什么看？这边是有什么东西可以看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哦，我过不去，东西不会回来的吗？东西，哦，我看到什么东西了？有床哎。拿走拿走床，哎，我还真的拿走了，准备睡觉。哎，哦，抱歉，我没给你床好，床在这里了。耶，把床收好收满啊。哎呦，哦，吓死我了。哦哟，哎呦，我在捡东西啦。哎呦，拎刀会有出哦。哇，有汉堡，哇，好多食物，都拿走都拿走。哎，我怎么拿走纸了？僵尸为什么会袭击人类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没吃饱。对，我们只要让他们吃饱，他们就被攻击人类。吃吧，哎，抱歉，这个不能吃，吃吧。给我吃下去了哦，面包哦，给你吃还挑呢。我丢，哇，我居然可以飞，哦，我可以飞起来呢。哎，再多一次，再多一次，来那个椅子是吧？我要飞，哎，不行，我要飞，呜，我要飞，哎，汉堡，汉堡不要浪费了哦，捡起来，待会回收再利用啊。前面那个老兄要吃东西吗？吃，哎，吃，哎，吃，啊，哦，这些都不能吃，抱歉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花瓶也不能吃，抱歉。剩下这一只了，我用汉堡打败它。他在哪里？出来吧，夹位汉堡吧！啊，等等等，不要不要！为什么？就差一只了，为什么？哇塞，哇，弹跳的好高哦，真不愧是爽的木棍。哎 ，What the hell？ 为什么会有东西从天而降？剩下这个僵尸，你很累是不是？我已经精心为你准备了一个床给你啊，床的支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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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双的支架，耶，yeah, 成功了！哎，我这么辛苦玩了这个游戏，我拯救了世界，然后呢？为什么这个不像恐怖游戏的游戏没有结尾呢？而且居然还有出手游版本的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玩另外一款恐怖游戏啊，这个还蛮像恐怖游戏的，叫做 Home。这个 Home 的意思呢，并不是家里的意思，是叫仁慈之手的一个字的简写啊，它中间有一个冒号，但是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进去看吧。好的，我们目的呢就要逃离这个家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好像有人要追杀这个主角啊，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钥匙然后逃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走这么慢的吗？哦，可以跑可以跑， OK OK， 跑的话还蛮快的。哎，门不能开，哎，不能开，哎，红色的门呢？红色的门，哦，红色的门可以开，橘色跟白色的门不能开啊。 Hello， 哦，这是相机啊，哇塞，哇塞，这种材质的相机，哇，这款游戏哇也是恐怖游戏 哦， 哦，还有电池哦，拿到电池了，哦， OK OK， 这种相机呢可以闪烁敌人啊，然后可以造成敌人不能移动啊，哈哈，这个相机的画质也是蛮赞的啦。哦，干嘛敌人来吧，我闪，看不到我了吧，看不到我了吧，呵呵，你眼睛瞎的哦，你是瞎的哦，哇，闪你，楼上楼上楼上，赶快去楼上，我们拿到一个钥匙了，一个橘色的钥匙，还在楼下等我吗？ Hello， 哦，还在楼下等我，他不会上楼吗？哦，你不会上楼的吗？哦，闪，我闪，我闪，为什么不能闪？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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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为什么我闪了这么多次才可以成功？哦，
我拿白色钥匙，白色钥匙，白色的明天正在等着我们，白色，白色，白色。哦，地下室，地下室，哎呦，哎，下面有一只，我看到了。哇哦，这里是储藏室呢，收藏好多酒哦，好棒哦！我看到金色的钥匙，黄色，黄色的钥匙拿到。不行，你不能杀我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啦！不要让我变暗啦，我的世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不要追踪，不要追踪，不要不要，不能闪，不能闪，我没有底片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不能闪了，打死 Candy！ 吼，主要的门的钥匙，冲啊！还有人呢？哦，我找到，找到，找到 ！Yes， 我可以继续拍照了。说一个 YouTuber 拍照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这个吗？是这个吗 ？Go， 耶、yeah! ！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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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有结尾是很好啊，但是怎么这么厉害的结尾啊？来吧，你有杀过我吗？啊，拍照。哦，还闭眼睛耶，你看看，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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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快嘛，不要这么急嘛哦，急急复急急，而且他头上好像有一个存钱筒的样子耶，他看眼睛的话，拍照，一直拍照，好好玩哦，你怎么这么好玩啊？拍照，不能拍了，再玩呐、啊，再玩呐、啊，很会玩嘛。